开心来的。我已经忘记我讲他什么了。季风亮，北宫凤凤 ，Hello， 七二四企鹅 ，Hello， 四季 ，Hello。哦，真的要被自己蠢死，哦，好烦哦。你能看我今天去刺青？你们看不到，你们看得到吗？这三个点点，哦，你们看得到没有？这其实是打排球的。228那周的假批准了，耶！谢谢塔卡穆拉 ，Hello， 阿元不入流 ，Hello。你刚刚说小陈说他是外星人，你好呗？耶、yeah ！蓝蝶子养小飞鸟上庭，吉川四季鱼雷达，这个朋友是谁呢？不知道。李承恩，嗨，李承恩他不是在直播吗？你怎么来了？谢谢四季的人气卡、人气泡泡、人气便当。火箭迷航，草莓酱，嗨，李晨，你不帅，你很丑。嗨，北秋银雪，嗨，我们很好啊，小泉。我今天要听新歌，因为我今天不开心。你不帅，你很丑。谢谢小飞鸟的 love， 这一定是旅馆。我不知道，嗨。还是幻影战士，不是，今天有点嗨，为什么？小易嗨，我今天超不开心，我今天超不开心，我今天真的超不开心，我真的超不开心，我真的超不开心。他没有理我。剑不一水锤嗨，能不能造谣？真的有点怪，所以你喝了什么？杂工，关闹关闹，嗨，嗨嗨嗨嗨，李晨你不帅，我也觉得爷杨熊嗨，你好被熊妹抢，你看起来很开心啊，还差低 ，Q 可爱嗨，不行，我要跟你们说我今天的故事 ，CHN 2303白手套绝对是谁 ？Miso 乐乐科怪怪怪。阿六 ，Hello， 对啊，找熊妹就好。不行，你只能找我，你不要找熊妹，你只能找我。谢谢子阳的乐，动心都还没学完又出新歌，很好听，而且这首很简单。夜雨苍神魏凯 ，Hello， 他们都不想听我讲故事，怎么办？一个说自己因为自己很帅所以我不开心，一个在说自己被熊妹呛所以也不开心，怎么办？没有人要理我。刘令 ，Hello， 这首很简单。P A U L 环 ，Lovely，Hello， 谢谢 Pokenaga，Hello， 北斗千块 ，Hello， 不要用我。干嘛？树树嗨！谢谢素葡萄的偷偷喜欢你，谢谢 Pokenaga 的 kiss 啾啾。准备好就开始故事。对，我在企鹅家。你看你的书。新开广告在哪里？我今天这里面，我今天我没有骚扰他。我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要成果发表嘛。班长嘛，好，不管，反正就是要做舞台。然后今天你不要用我，今天第三节的时候就是请了公假，我以为我是要去骑油漆的，结果就让他去耍。结果他们东西才刚煮好，直接刚钉好，就是因为骑油漆之前要先磨它。谢谢飞鸿的香槟，还没结束啦。周记牌嗨，好吧，反正就是我以为是要去骑游戏，然后结果还没有磨，所以就变成我们要上去磨。可是我就不喜欢用机器，
因为舞台组的同学太嚣张了，没有，不是，好，反正我就是不喜欢用机器，然后我就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看我另外一个同学，他好像抽屉快要磨完，我就去用油漆，因为我们油漆还要加水，很久啊，北刀冷路 ，Rondo。幻影战士 ，Hello， 好嘛，反正我就去用油漆，然后然后加水要在楼下加。天天嗨，好，反正我就已经没做事，然后我就去用油漆嘛。结果我在走楼梯的时候，因为我本来是这样子拿着那个油漆桶，然后它上面不是会有一个手提的吗？我本来想要去抓它，结果我没有抓到。我把油漆用倒，我整个像一个白痴。嗯，就已经不做事了，然后又翻倒油漆，我在干嘛？吹吹嗨，玩玩嗨，哎，很可怜。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会被舞台组的同学，啦啦啦啦，啊。我这辈子不会再上去了，怎么办？谢谢玩玩的乐。我今天衰耶，我今天真的很衰耶，我今天真的很衰耶。尤其杨小晨，我去看小妹。陆江就 Hello， 今天真的很衰耶。然后企鹅鱼仔又不在。参加什么工作，上什么班，对面还不在，我们没有人可以玩，气耶，害我下午体育课都没干嘛，还跑去刺青，你看这是我的新刺青，我以后要吃这个，三个点点，对，我现在也在上班。不好喝的果汁嗨，我又没有只说气油，奇怪，油漆走开。身上有弄的气油吗？哈，有，身上有弄的气油是什么鬼？这是 OK， 我的鞋子沾到油漆，我整个超气，我要爆炸了，而且我才刚刷干净，我真的要爆炸了。我才刚刷干净，然后我就用到油漆，而且我还没有发现，我是上体育课我才看到。Oh my god！ 你想截图不要 ？Derbu，Hello， 雷秒杀 ，Hello， 是不是长痘痘？不然怎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啊，可是就是还有这里，这里，然后这里几个点，然后就是这三颗，然后左手的、右不是右手，右手也是三个点。是不是很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给怪给怪，嘻嘻，嗨。脚下课餐盒最后变成什么口？为什么？是一只企鹅，不要。鞋子为啥不去包膜？没有啊，没有没有啊，什么东西？包什么膜？双燕，新鲜柠檬 ，V I G I R E 觉醒 ，Jack 阿翔左为秃噜姐，出秃噜奖。Hello， 不是黑板大床，我的新鞋。谢谢新鲜柠檬的年度选票，谢谢兔鹿奖兔偶鹿奖的年度选票。杨雄嗨，手习惯后就不会这样了，我就是不习惯。采购来了，耶、yeah ！黑哥嗨，牙妹嗨，不知道游戏不好，我不知道。而且我们只是个学校，谁管你包不包膜啊？谁会理你啊？你就是漆就对了呗，而且我的裤子超级脏，裤子上都是油漆，这是从一年级累积到现在的。我的裤子，另外一件裤子还有保利龙胶，对，那是意外，那是做到的。可是已经弄到干嘛啦？什么？谢喽，我走。
手洗到底哦。我传给，不要你再拍一张。我要传给鱼仔。你再拍一张。不好看，好丑。不要，他也走心，不要再传给。谢谢尼哥的圣诞袜，给他包一下。那是什么？北腿奥沙林果圣龙南蝶嗨。What happened？ 我走心。西南嗨，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就你们解释200次，我大概还是不会了解走心真正的意思。自己说很丑哎、欸，你知道他用什么角度吗？他从这里拍、欸、，Oh my god， 不会很贵？那你帮我包。小三美玲不是在直播吗？李晨为什么会在这 ？Hello， 因为他变心。你变心啊？你走心，他变心。我走心，你变心啊？怎么可能？什么没有冰白痴哦？你才鼻毛，你才熊啊！叫你不要讲脏话、欸，那你怎么在这啊 ？Karen 1003 ，Hello。哎、欸，我真的想要，我真的以后去吃青蛙，吃这三个店，我觉得很好看。你去米娜那边 ，OK。鼻毛很重要，过滤空气。我以后去吃青蛙，吃这三个点。到底，我觉得很好看、啊。还要吃紫色的？我没有要吃紫色的、啊。刺青不是绿色的吗？可以，颜色可以改啊。真的吗？其实刺青它只会先帮你画那个外面。嗯。我说你看899。嗯。不是有些都还没上色。嗯。所以他们一开始他们只是先画边边。嗯。啊、然后如果你要上色，你要再另外还要很贵。真的、啊？对。你怎么这么清楚啊？因为很多卖家就说，你是不是想刺青？没有，因为很多卖家说，哦，没钱呐、啊，然后没钱就所以没有办法上颜色上去。哎、啊，我知道，我知道，最近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刺青，很酷哎、欸，我想刺青。因为演员。Yuki Hello。不行。刺青很麻烦，还要。要遮啊、嗯！谢谢西西的人气卡，你看喽。本来就对，不是，是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在这边。谢谢西西的元气泡泡，谢谢小圈的玫瑰，李威正南，幻影战士，正红，博弈 ，Hello， 赤半甲，不要，神经病哦。彩色的，企鹅也是有过去的人。对，没有，我不知道，不可以乱讲。哦，真的有。圣经一开始是割线打雾，然后好酷哦。有的皮肤不适合自己啊、嗯，可是我觉得很酷哎。我不会想吃那种很帅、很中二、很帅的那种刺青。我想要，我只想要，我想吃简单的图再说。对，像是三个点之类的，像是那个老师，他不是刺三的椅子，嗯，那种。那种我还好，我就是只想要什么线条、什么小图案那种。反正我想要最简单的就好。对，就是这种简单，我就觉得很好看。不要杀，你什么都可以说。这半甲是有事吗？谁是幻影战士？你呀、啊？救救君 ！Hello， 突然想为刺青，对不对？我觉得很酷，我觉得很好看。背上可以刺绝，不要啦，好中二哦。谁吃半甲等着等水就可以看神什么？小钱想刺文字在身上纪念啊嘛？认真吗？比赛输了啊？多哎、欸、很难呢、欸，很难呢、欸。刺手腕三个点啊，不觉得很棒吗？三个点，我觉得很好看啊。阿巴老沙 ，Hello， 你认错人，没有你就是。我觉得几何图案只是最近比较红。Hello。不要半价，大姐大 ，Hello， 我的刺青超美，嗯，好小刺青哦，而且可是好贵哦，可是很小，可是小小的，可是我想刺青，半价出去基本都是
包布什么东西啊？视觉在脸上，不要，我不中二。你喜欢 old school 的美食刺青 ，old school 的美食刺青是怎么样的 ？Hello， 还有什么？脚踝我也想。是那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啊，很酷哎。你吃这个，脚踝。这是这里，这是这里。不要八加九。对啊，金城武同学怎么没去看美玲，对不对？是不是跟我问好？吃这，有人会吃这。我不要。真的有人吃这？不要。大橘，谢谢老沙的乐。那你刚想吃文字在身上见啊？可以啊。很多外国人都是。Do what you want to do。很多外国人都是中文在身上。可是刺一些很奇怪的中文。对。彩虹花玉超 ，Hello。脚腕。不要，在额头刺一个王，你把我当狮子吗 ？Hello。是老虎呀。啊。老虎。什么艾莎 ？Apple Hello， 不然我吃一个金鱼，那会不会变成南京游戏啊？不会吧？南京游戏是红色，不一定啊，怎么可能？卤肉饭，我不要，我不要吃中文，艾莎。嗯、好像可能有、哦，解释什么是矮沙？嗯，矮沙好像有哎、欸，可是我忘记了。不要，白手套你到底是谁啊？跟法法一样用画的，可是他那个要，他那个很快就干掉，不是干掉。找弟弟。你会帮你设计？不要，我要自己画，我又不是不会设计。他要画一堆奇怪的。看、啊。是吗？不要，你们自己吃，你们自己吃。小优，为什么这么久没来？你说，讲清楚，说明白。海啸，不要，我不要吃中指，我只会吃小图案，跟这三个点。不行，我一定要去吃这三个点，我要先把它们记起来，我要把它拍起来。我记住了，你要去，拜拜。结果下次想说这拍，都拍这什么东西啊？就删掉。不会，我会记得，我要吃这三个点。Vivian， Hello。我要吃这三个点，西野嗨，这首真好听。什么再见？嗨，跟前，哎，可以，一人半可爱，哎，其实蛮好看的，一人半可爱是，嗯，就是我一半你一半，那种，爱心，那种。我干嘛？为什么我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想，好看呢、欸，不一定要跟他啦。CQNKTT Hello， 不要，神经病哦，贡献嘛。所有朋友都快给我告别，就跟演撕破脸没有的事。高桥渣男 ，Just 106 Hello， 晚安。好久不见，你再不来看我、啊，你这样子都没有当渣男的权利了。对，切了就是一个 ，Hello，
Hello， 阿斯干我哦。这首很好听，你听过了吗？我正在听啊。不好意思。总有理由，依旧让我流泪伤感。现在来看你安慰你，你是说被你的年神推打败吗？是在 Hello， 今天听 Only Today 的时候想到觉得当时的，谢谢谢谢。你知道那个？嗯，他今天上学要八点回来。嗯。我知道啊，不是很白目吗？什么很白目？就是老师，我们可以放人吗？他是这样讲吗？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想跟你说，我们另外一边的状况，你在科班。然后你说老师，你不要接他电话，老师你不要接，老师我们当没看到。因为一开始是风雨，风雨看到了，风雨说，风雨就说老师你的电话，然后老师就看一下，然后说，然后我们三，然后我风雨还有大小姐都说。不要，老师你不要接，老师你不要接，老师你不要接。然后老师就说，好了，那 我演那个，他就是老师就是脸色很沉重的看着，然后拿着充电器插上去，然后 ，Hello， 看一下，然后哇，喂，没有，他没有说喂，哎，他有说喂，一个喂。然后我不知道那个他跟他讲，他跟老师讲，你说叫他什么？他就说什么？没有，我说你都叫那个，在这边老吴啊。哦，老吴就说，老吴我不知道老吴说什么，反正老师就说，不是你要叫我不能挂电话，然后老师就，反正老师就在演那个，可以讲角色名字。嗯，老师就在演嘉玲，然后他说，老师在接电话前说，我演嘉玲，我演嘉玲，然后接下来 ，Hello， 原来老师没有认真在听人家讲话，他在演戏。不对，你要叫我不能挂电话。好，然后就没有了，我在演嘉玲给他们看了。老师今天真的很逗。什么鬼？这好烦，演今天演最烂。我看不懂。我今天干嘛？我今天耍蠢啊！哎，你们有看？嗯，不要吵。你们有看那个了吗？官方的影片，数字君嗨，你不要用我，不要用我。不是我本来就压在这，是你是我的。我有点痛，真的。OK， 晚安。你们看官方影片了吗？你们看了吗？你们看了吗？我真的觉得我吸很快哎，我以为我快吸完了，差一点点而已呢。吸的吗？布丁啊。布丁啊，我觉得我很快嘞，不觉得吗？红右星一二三 ，Hello， 快看快看。不觉得吗？我觉得我很快，我真的觉得我很快，差不少，差不多，不多吧。喂 ，Hello。那些游戏，我来刷游戏。我真的很喜欢刷游戏，因为刷游戏已经是。我唯一会接触到画画的时候了，这样算画画吗？哪里啊？很多。我身上最多是什么？宋酷。嗯。我想刺青啊。他手指上。为什么不用吞的？因为就小游戏。他胡子这边没有。他胡子也有。真的。然后，对。他刺青很多，而且都小小，那个。我想起我们爸爸妈妈，长大以后要做个读书人。
好老公过幸福的一生。哦，今天好烦。你们，我觉得你们有机会，你们一定要去试试看吸布丁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还是细的吸管，你要试试吗？是细的吗？是细的吗？是吧？超难吸耶，超难吸，细的吸管 ，Hello， 吸管，不好意思，吸管。感觉蛮细，对，就是真的超难，超级难，就是而且我发现一定要先吸管，吸管，请问细的西瓜是什么 ？Hello， 等等来去试试看，慢慢吸，慢慢吸，真的超级难，我觉得就是吸这个一定要先。Hello， 就是觉得我那有说西瓜，对，就是要先把它弄烂，你会比较好吸。可是我我吸不赢在一楼。DJ 玩嗨，对，就是先搅烂它会比较好，比较简单。可是我太难了。我太难了。嗨嗨嗨！我现在就没有话题了，怎么办？玩什么游戏？阿姨，谢谢怀怀的圣诞袜。对，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玉超，你就最好去讲这种话哈，一定会被杀掉。跟你哥打炉石，哎，太过分，可以这样子呢？尼哥打什么炉石？斗力绝 ，Hello， 谢谢子阳的乐。谢谢玉超的乐。对，我眼睛买的大。就等一下旁边的那位朋友，他就会睡着。我肚子饿了，你也饿了，要不要先去吃了？拜拜。你有没有黑笔啊？你有没有黑笔？借我。那你有没有笔？随便什么 ，please， 哈喽，OK， 咸酥鸡吃起来没有咸酥鸡的，再等我吃东西，这样就可以去准备我的宵夜。我没有东西可以吃啊，问题是 ，OK， 我没有东西可以吃。而且我现在房间其实房间基本上是不太能吃东西的啦，其实之前吃的那些都是违反了一些规定。太可爱了吧！这不要传给我。
不要看你们吃，我不看，我直接晚安再见。那天我去吃烧肉，给我出来，蔡大嘴就是你。吃什么烧肉？还有令六，你们三个、哦，阿贵仔嗨。虽然只是吃吐司客家菜，哎，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吃到了，就鱼仔跟风雨最近都在吃吐司加鲔鱼罐头。你没吃过吗？有吃过啊，真的超好吃，超级好吃。还有西西上班呐、啊，真的很好吃哎，而且你知道风雨的鲔鱼罐头是还有加玉米，它是比较高级。可是比较小，单纯的那一碗，我觉得都很好吃，我觉得超好吃。加洋葱，洋葱，洋葱。Hello， 可是西西烤很烂，不是烧焦这盆。西西呀、啊，阿贵仔 ，Hello， 还要跟美奶滋跟洋芋片搅拌，哈？不要，我不喜欢美乃滋，我不喜欢美乃滋，我真的不喜欢美乃滋。单面涂上猪油或牛油，然后烤过以后涂烤肉夹，夹装烤肉。Hello， 我觉得吐司夹东西真的都很好吃，吐司夹鲔鱼罐头，吐司夹肉烤肉，还有吐司夹什么？夹 cheese， 吐司夹。就是什么果酱之类的，超好吃哦！吐司真的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我的天，没有钱买肉，这么惨的吗？可以啦，吐司夹法国面包 ，Hello， 不要啦，都已经是面包了，还加面包，晨晨嗨。吐司加吐司，不要 double 的吐司，感觉很干。然后我很喜欢把吐司加牛奶，就是沾牛奶或者是沾汤，很好吃，超好吃。吐司加吐司是在 Hello， 这卡喽。还有吐司夹什么？夹马虎怎么样？夹馒头。不要，鲨鱼咬吐司是不是还不错？我已经忘记，我太久没吃，我超久没吃，我已经忘记。吐司夹，我还没吃肯德基，玉米浓汤真赞，我喜欢巧达浓汤，好喝。我真的很喜欢 cheese， 我真是一个很喜欢吃 cheese 的人。就是你如果看我的社群，我会存一堆就是跟 cheese 有关的料理，我会存起来，我会特别把它给存起来，这样就是超级多。然后你点进去百分之大概80-90%以上都是跟 cheese 有关的。嗨，钱 ，I'm watching you， 钱。你现在要去烤吐司啊？起司蒜头是什么？吐司夹咸猪蹄。算了，先吃吧。不要，你先吃，你先吃，吃，好，你洗。推荐吐司夹咸猪蹄是什么？啊，夹正常好像也不错，是吗？你手不要碰，身体不要碰，碰一点点，碰一点点。啊？你手不要碰。不要。因为我只是看。没带纸海。你要去烤面筋，嗯，为什么我不能先洗澡？嗯，可以啊。卡卡的吗？吐司夹香菜，感觉就不好吃。很
太冲突了。我们今天打疫苗，我们班超吵的。我们班15个人，大概有10个人都在乱叫，有3个人没有打。然后鱼仔是发疯，鱼仔在打之前他还在看影片，在看什么？我没有叫啊，我觉得就是打针而已啊，就是没什么好叫。叫的最惨大概就是我们那位日本同学吧。对，好，不管，反正我们今天打疫苗。鱼仔就是打之前还在看什么奇怪影片，就是看人家吃面，然后镜头转过去旁边那个人用鼻子在洗面之类的，看奇怪的东西。怎么突然夹兔子？这是我不知道，就是疫苗。你们班很喜欢打疫苗吗？怎么可能啊！我干嘛打护士啦？我觉得就是打那么多次就是这样而已啊。什么狂犬？讲名单几乎都知道了，什么东西？那鱼仔就是没有，他根本就不淡定，他一直在笑哎、欸，他不是怕，他是在笑，因为他一直想到他之前在看的影片，白痴，永远 hello， 打的在这发疯，没有好不好？而且企鹅也是打下去那个瞬间他变脸，我不知道为什么。狂觉是怎样啊 ？Hello， 一笑会被打？对啊，就是很奇怪、欸、这个人。演一下那影片，不要，我很痛哎、欸，感觉。关公刮骨疗伤，什么啊？这个怪怪的，他应该见过很多个怪怪，因为我们班其实蛮慢才去打，因为我们错过了集合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集合，所以我们就错过。谁抖 M 麦打针？你啊？你吗？哇哦！哈哈，轮到你嗨，你太阳光。不是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集合啊。你是很喜欢看真镜，杨小千你好奇怪啊！你会不会哪天开始拿针刺激？不要，杨小千你好奇怪哦！你们注意一下他好不好？怎么办？你们注意一下，小千的女朋友，那个女朋友 ，Hello， 他好怪，你们注意一下，注意一下，真的注意一下 ，Oh my god。护士技术不好，针头三进三出。我有看过，就是真的技术超不好那种。可是我没有遇过，问心凉。茄子在闽南那边，一定要茄子吗？他这么多男人，捐血都会看。杨小千好奇怪哦，杨小千你可以捐血啊。你怎么会可以捐血啊？你不能啊，你应该不行吧？你不应该可以啊？对，他不止茄子一个，他超多，好吧？你的小时候护士用，因为你的那个很粗啊，你的血管很明显。食物不然怎么吃饭？没那么惨嘛！第一次被退回高中那次，你太瘦，你真的太瘦。859 ，Hello， 41349。分手，你从后丢来的纸条。针我在手上出来的，捐血可以喝饮料清肝，我知道，我爸爸会去捐血，然后他就会拿保酒乳回来，我很开心。大家 hello， 到了当兵才捐血。Jimmy 嗨，
想省钱就捐血，直接拿两份早餐，这么捐的吗？这么赚的吗？讲出来，你过来听 ，OK。为捐血换价，Hello， 贫血没办法捐，你到底是谁啊？分手，你从后丢来的吉他。我笑着看见你要不要见证嗨捐血拿过电影券有这种的、哦、那个大家是谁白手套到底是谁啊大家好我是感觉我就不认识，我认识吗？高云谦。毕业后，我送你白雪，还是可以。我认识，可是没有勾，所以不常来。周日接外拍，什么东西？你接什么外拍？怎么突然在意？我反正很在意，我很在意大家谁是谁之类的。现在在猜什么？猜你是谁？朋友摄影师问我要不要去外拍，就答应下班就去。太快了吧？太突然了吧？我今天要播两百次这一首歌，这首真的太好听了。你谁啊？爱死吗？不是爱死。很好听啊，一个礼拜前就约，前一天还在认真互发。你没看上谁啊？好过分！谁啊？没看过呀。变大声！不要你只要告诉我他是谁就好。白手套到底是谁啦？你等花落，话没说完，你等路口，每次都是我。默默在守候，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就你爱之者的歌一开始都看成什么人品君 ？Oh my god！ 大家好，你今天知道是谁，明天也不会了，才不会。你也觉得很惨。所有朋友都快给我告别，就跟言辞破裂没有感觉。Oh my god， 我怎么没想过你呢？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认为彼此不像，你本来就不像。Mina 现在都叫我高云谦 ，Oh my god， 怎么办？你是？好心情直接抽干，不能这样啊！我不知道是女生啊，觉得很像。然后我朋友边拍边问我要不要当女生，小千你要不要当女生啊？
你要不要去一趟泰国？真啦，还不会一模一样。我没有钱，白手套再见。再说我是男主，不是啊，搞不好是别的，我不知道是你本人呢、啊嗯。三个月就好，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你说切吗？这么快吗？好像也蛮久的，三个月。三个月是一年的四分之一耶，不是，对吧、啊？哎，是吗？这首真的很好听，大听200次。给你钱不要，你去赚钱，你开直播赚钱，不然就去帮你发募资。要做很多次的大手术，你们还这样子说切就切，傻眼，太过分了。要打女性荷尔蒙？打女性荷尔蒙是要干嘛？观察身体适应状况，真的。太麻烦了吧，都有理由一直让我流泪伤痛，心土好熟，我不知道啊，我不熟啊，小千你为什么你哇哦哇哦，你先纪念阿嬷了，你先不要去了，你先你先放在你真的想做的事啦。现在 TTP 我们会不会彼此瓜分粉丝？不行，你们就是我的，他的还是我的。组成双子组合，我们会成为双胞第二对双胞胎，我们会成为第二对姐妹。三期来得及啦，可以啦，可以啦。商业 CP yes， 西西我有官方的姐妹了，官方 CP。对啊，姐姐，千姐姐，杨，你要改叫杨。杨浩杰了，什么学姐？物理出道，对啊，耳洞也一样。小千，我们真的是不行哎。西西怎么在？西西当然在啊，西西怎么会不在？西西是我的西西。没有，他是林姐的，偶尔是我的，现在是我的。嗯、我讲这种话会不会出事啊 ？Oh my god，sorry。水手服这么大尺度吗？唯一不一样是你头发烫。这是区分我们的那个唯一一个地方。用头发区分。帮你们帮我弄来几串，快点，大橘，水手服，上班时被打call感觉白痴，看西西丢林姐多少礼物就可以看视频多严重。海洋娱乐快照，有事吗？这首真的很好听。
为什么要说那个？睡着，感觉这身体要很有曲线，你可以的，你是不是吃饱了？是吗？过来，我闻到了咖喱味。我有帮你热嗯？什么？我有帮你热你有帮我热？热。我也挺想帮你热。我现在出去也凉掉了。我等一下出去就凉掉。你在跟西西的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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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留言聊天，为什么？好吧，好吧，大橘，加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油，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阿六刚偷唱我，阿六说什么？阿六你说什么？阿六，你给我闭嘴！李威嗨，阿六，你激到我！你给我听好啊！靠，嗨。祝福你 ，Birthday！ 祝福你，祝福你，想福你，想福你，福你想。哎呀，阿六，对啊，主题曲的男人真的是受不了。你叫他回来，我现在放他的主题曲哎。主题曲要用什么？主题曲吗？烤面筋呗。你臭啊！闻一下，闻一下，闻一下，你们香。不理我，可恶。可以 ，OK。你等下就睡着。你念吧。你等下就睡着。你等下就睡着。你看吗？对不起。西西骂你，为什么西西要骂你？烧红了，大橘说你烤得很烂，不是烧焦就是喷火，真的吗？喷火才是烧肉的，对啊，是吗？我也不知道，我在乱对。烤焦就不是，烤焦就不是，烤焦就真的要克服，烤焦的一切克服。他们自己在布朗尼，你们也要玩哈喽？布里布里布里是什么？这是布朗尼耶，你们会不会太过分了？呸呸！烤太熟怎么吃？还是为什么烤布朗尼？
尼布朗尼这么好吃哎、欸！啥耶？可以不要玩食物吗？不敢尼 ，Hello。啥耶？好好没品哦 ，OK。你们这些 OK， 什么都好嘛，都蛮好吃，哪有？阿华嗨，人四只眼睛。好吃的牛肉就是三分熟才好吃，都好吃吧？便宜的都要1.5张 ，Oh my god！ 龙骑士 OK， 不是，龙骑士 Hello， 蔡大侄 OK， 该花1.5张握手券帮你读骑士吗？不要不要，你拿1.5张来握手券来握我比较好，比较实在。我没看到这个。我没看到这个哎、欸，喂 ，Hello， 对啊，握成员比较实在好吗？哦，对不起。第四天那吃点甜点，给他烤就对。为什么要烤甜点？是真的可以烤的那种吗？还是你在玩，还是是玩食物？真的要被抢爆了。小千差不多了啦，不行啊，先让小千存点钱，我们不急，好不好？还有太阳，小巴士，还有太阳，慢慢走。年糕要烤，烤饼也是要烤，布朗尼不用烤吧？怎么烤牛舌又不是双全家？只是烤的烤饼贼难吃，贼都出来了。烤饼是什么？烤饼是什么？把饼拿去烤。谢谢你的解释哦。布朗尼是他们自己烤。为什么要玩食物？布朗尼这么好吃啊、哦！墨西哥烤饼，哎，懂。贼难吃。不要吃西西烤的烤饼哦，贼难吃哦。他皱眉头。啊，烤饼焦到苦，然后他说那是焦糖。西西，这个骗不得啊！你跟我说好，你说啊，你说。其他人烤的也超难，这是普遍烤的人都烤的，不是普遍烤的都很难吃，还是你们就别烤了吧？还是烤饼就是一个很难吃的东西，还是因为你们没有加东西所以很难吃？394076 ，Hello。什么、啊？年糕可吃，饼本来就难吃。吕布大人 ，Hello， 丢上去人就走，然后就烤焦，不会自己拿起来啊？没有到12点，想太多。三大池的沙兰撒在桌上。我的天！其实你这样不行耶，不要浪费食物。谢谢吕布大人的枫叶。醒醒！不要睡着，醒醒！不可以睡着，你必须醒来。
你必须醒来。他已经是黄色了，怎么办？其他人撒五次 ，Oh my god！ 所以撒出来是正常的，是吗 ？Hello， 真的是正常的吗？还是其他人只是撒那一次的五次，然后你每一次都撒？这种话喷火台，自己夹，我的天哪！你们是幼稚园吗？自己夹起来，每一面都撒，然后最后一次要撒更多。哎，谎神哦，谎报哦，直接睡着睡哦。巴鲁。巴鲁，撒根本就往桌上撒，到底是要撒哪里啦？是撒什么东西？撒糖、烤饼吗？撒超多糖，吃起来就是咸的。你们根本没撒上去，所以是咸的啊。可不是咸，盐的。撒盐巴、嗯。本来就有待客烤肉，只是他放进去跑掉。那你就先自己夹一下嘛。烤饼，好不好啊？就是撒盐啊。手套 ，Hello。你不可以睡着，你不可以睡着。嗯，哎 ，OK， 你要过去，对嘛？人家很忙的，谁像你们，跑去吃东西还当 OK， 真是的。BC 嗨，三观正正，这样是好的吗？在这边在播儿歌，我没看过。专门去吃西西烤的，但是自己用眨眼，人家很忙哎。为什么 ？Hello， 你们对我的印象请问是什么呢 ？Hello， 你们对我的印象是我会乱红人。哦，这个我有听过，我有看过，我还有光碟。直接醒来 ，Hello。啦啦啦，爱玩耍，兰兰。认识他，灰灰。去拿灰灰。还有兰兰。不要练狗吃什么小龙手随时拿到跑我哪有灰灰灰灰其实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帮我们补侠哎，我觉得补侠这个方面真的是100分哪有人在吃烧肉哪有人吃烧肉在打 call Hello 你们有事吗爸爸爸好一直下播三分钟太久了吧那个闭嘴啦我很饿欸你已经爆了没有吃宵夜，我饿了。梦里一个嘴巴，奶茶花，
你吧，念念念念念你吧，念念念念念你吧，你太胖了。哎呦，我看熊妹的 IG， 熊妹的 IG 怎么了？熊妹的 IG 咋么了？念你吧，想吃，熊妹是吃碳烤啦。为什么你会跳？我想看大橘，我想看大橘，你跳，你给我跳哦。离我，跟着合同姐姐没有，这个我会。妖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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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要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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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吧快了吧快了！我来做朋友，要乖要乖要乖！哇唧唧唧唧乖乖！哇唧唧！我竟然睡过头，明明闹钟我早就醒了来了。为什么早上会不想睡觉？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睡觉？哈哈哈！捏你爸是怎样？我想买这件裤。买呀、啊！要不很热。金马南京，金马南京。Hello， 谢谢西西的人气便当，看好你哦！还有圣诞袜，谢谢订购的，看好你哦！你太胖了，跳完了啦。哦，捏你吧。谢谢谢谢江北人，这边是幼儿台，谢谢手套的掌声鼓励，谢谢谢谢的蓝色云棒。谢谢蓝蝶的圣诞袜，谢谢谢谢的应援棒，谢谢小炮的掌声鼓励，谢谢玉超的乐。李晨安，他还没播完啊，他不对，他播完了，记错，讲错。谢谢西西的人气便当。你明天是穿制服的？对啊。你今天？我没有啊。我也没有带制服回来。在上班啦，你累了，晚安，拜拜。发现他们的哥哥的裤子都是蓝色的，固定的。我有陪你疯吗？晚安。
今天有发生什么事吗？我昨天有发生什么事？我昨天睡了一整天。我前天有发生什么事吗？前天怎么了？不要 happy 之后马上就死 happy。 不是啊，我快睡着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我只记得我收到一堆烧肉照片。讨厌名单，讨厌名单第一名就是阿六。我不想跟 Snail 弟弟。柠檬的圣诞袜，直出神。我今天直播就是这样。他重复了。天天笑嘻嘻，沉鱼落雁。Hello， 谢谢柠檬的圣诞袜。Miso 在一家台找你，不会来这里吗？帅元海，我今天直播就一直这样，就不变了。谢谢帅元的圣诞袜。没有，就是不讲。所有爱的理由帮不了我的朋友，都有理由一直让我流泪伤痛，越想越痛。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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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没有笔吗？所有朋友 ，Hello。画画，随便画。什么布丁输了就放弃治疗？所以上次我在气什么？我在气什么？我什么事？我气什么？我气什么？我气什么？忘记了，加油！哎 ，OK， 不帮我拿笔，然后睡觉。我要一直重复，无限循环，确
全世界让你被忘记。你忘记了，雨辰哈，对，他睡了，他 already 睡。我用手机好好。谢谢雨辰的乐。手机花式呀，真的很难哎、欸，真的超难的，真的超难。我们来设计一下，我们要刺鲜花，我们要刺什么？我有看过有一种就是这种，它是彩色的，可是我现在画黑白，是什么东西啊？可能什么什么星星啊、星球啊、星星啊之类的。哦，注意嗨，就是我有看过这种的，我觉得也很可爱，超可爱，超级无敌可爱。那我们来画个 QK 怎么画？手机开到没电，悠悠 ，Hello。完了，这样，现在已经无聊在画画了，原来是这种概念。我不要推你，看小圈不要啊！小圈的水手服好，小圈的水手服就由我亲自来帮你画哈，怎么样？很棒吧？先看一下哈，看一下颜色，不喜欢这种。拒绝你沉默，明明说过的话不值得。所有人都说，这是必备。所有人都说我的理由。我刚自己写，我哪有？心里悲伤，自己害怕，所有爱的理由帮不了。然后是这个，这是什么？好丑、哦！这样。
啊，不对不对不对，我画错了画错了画错了。懂的，他丑啊，没关系。对，我在帮小天设计水手服，然后。全身是血的，不要太多。Hello， 想睡觉 ，Hello。耶，有点大腿。这是依照大局的要求。小杰迷男呐，没关系没关系，我造化好不好？然后外面要加一点，加在外面还要加一点紫色的布，有没有？好看。裙子太长的话，用折的就好了。对啊，可以折的，裙子不是问题，我告诉你。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啊？啊，还有法式，法式。法式哦，法式好难哦。加点颜色。加一点颜色，再加一点颜色，我加好多颜色，好丑哦。好奇怪啊，好难哦。帮小青，好好好，你我画好。哈士乐求个人，米勒马里啊，不是，卡哇伊子，香菇嗨。我画出来，你们要准备。不行不行，不是这个颜色，不对。
好难哦。然后还要加。怎么加呢？晚安。他加这种金色的点子，不好意思，好吵，好看呢。杨小千，你的水手服，放大一点。玻璃完美。还有 QKO 洗啥眼啊，什么巧克力包装纸？你才巧克力包装纸啊！这是怎么了？这是你的制服。谢谢玉超的掌声鼓励。你的制服，你的三期的制服，我帮你设计。而且还是露肚装哦。露肚装，明明就很像什么？你在露肚装，你的公公不见了，你再不来啊，人豪，嗨，还有啊，你还有咖啡色的，里面的小布，可以，好，就这样，完美，我已经储存好了。看一下，它透明，它是透明的、哦。你看，好酷哦！天哪，太酷了吧！小千好真，对啊，地下团的制服，小千已经试了，好吗？小千切了啦。可恶，不能放。小燕，切了啦。不是，这是小千的制服，是小千的制服，不是我的圣诞 T。我圣诞 T 还没有公开，我也还没有，不知道。对，分级会整不一样。第十名是新鲜柠檬，谢谢新鲜柠檬，7:30。切什么？吃那个啊。耶，第九名是兔耳卤酱，谢谢兔耳卤酱。第八名是尼哥，谢谢尼哥，他们在玩游戏，谢谢阿的枫叶。第七名是玩玩，谢谢玩玩。第六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第五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四名是树葡萄，谢谢树葡萄。
第三名是西西，谢谢西西。第二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一名是飞鸿，谢谢飞鸿。耶，西西晚上，谁开车啊？只是说切了而已。想睡觉的事。我一直都想睡，我已经想睡一整个直播，安全带没系好，没有要更新啊！大家晚安，拜拜。透明的小心白痴哦，是我的图，但是只有我画的那样子。